100多个平方吧，将近200个平方，到时候放150条鱼左右，就放2指大的鱼，放的太小了啊，在这大山里面容易被天敌捕捉，到时候这里面的话，我全部要种起那种观赏性的那种荷花，那种叶子很大，很喜欢长莲子的那种，一来就是遮阳，二来呢就是防止天敌。然后这个边缘这个坝的话，我还会加高，这个地方我会稍微改造一下，然后养几只鸭子或者鹅，可以自由上下在这水里面活动，定时来给它送一些食物就可以。上面应该是堵塞了。哇，全部都堵住了，你看全部都是叶子，要找一根矿泉水瓶来才行，这个堵的就更离谱了，里面肯定全部都塞硬了。哎呀，今天没带矿泉水瓶来，就这样先将就着吧。OK 了，这么大的水，两根管子都有水了。这个鱼塘的面积要宽一点，到时候可能会放200尾鱼苗进去。鱼的饲料的话，就是我们这边茶园有很多那种幼虫灯，一到夏天的时候会诱来各种各样的昆虫，就给它喂昆虫吃。这个水源的话是常年不会断，就是纯净的山泉水，就是由石头缝里面渗透出来的那些水。水质是非常的有保证。这一个鱼塘我可能会装1到2颗黑光灯，那种太阳能的黑光灯，黑光灯又被称为幼虫灯，就是晚上的时候开灯，它那个光线啊有强烈的吸引昆虫的这种功能，昆虫它都有趋光性嘛，然后距离水面的话10到20公分高，它在扑灯的时候就会掉到水里面去，就会成为鱼的饲料。太阳出来了。今年的话先做个试验吧，比如说这个鱼塘我放200条鱼苗进去，那如果到年底我还能收获100条鱼，放的时候是2指宽，那到年底去收获的时候能收获半斤1条，那就有可发展的前景，那我明年就要扩大规模。那如果说放200条鱼苗进去，到年底只收获1-20条鱼苗是吧，放的时候2指宽，收获的时候还是2-3指宽，那就没搞头。我估计啊，放200条鱼苗进去，应该是别说收获100条，70-80条应该是稳的啊。因为到时候防逃措施我会把它做好，只要不逃掉是吧？有荷叶做掩护，天敌也吃不到是吧？基本上是没问题的。如果说今年养鱼能成功，你就像这样的瀑布，在我们这边大山里不少，那我会把它改造成鱼塘。你像这些水流哦，常年不会断。我们这边的山形它就是一山比一山高，这些水就是山上面的渗透水一层一层渗透下来的，都是从岩石缝里面流出来的，水质是非常的好，自带甘甜，我们这边的人全部是喝这种水。如果说能成功的话，到时候像这些瀑布养鱼啊，在下面水深会更深一点，吃过泉水鱼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，那种口感比市面上那种饲料鱼要好吃得多。你像我们这边有那些大的瀑布，下面有很深的潭，那些鱼的话经常去抓，那吃起来口感真的很鲜美。好，那就分享到这里，明天见。这种应该是上面小溪里面流下来的，看淡水虾，到时候里面还放一点泥鳅。